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？你知不知道这批号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？对不起，苏总，他们说是因为手续不全。出去吧。莫非浩康？不会的，这只是意外。行了。是你送我回来的呀？为什么这么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啊？公司出了点事儿，一直在忙。什么都没有你重要，放心吧，事情会帮你解决的。事情查清楚了吗？是苏静搞的鬼，苏浩康知道的不多，应该是被他蛊惑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闲啊？追个老婆累死兄弟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啊？玉总，这次真的非常感谢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越来越长远的。不用客气，要谢就谢温。温？什么温？你听错了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天不早了，要不然我送苏总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待会儿我朋友来接我。拜拜，嫂子。嫂子，玉总，这是自己解释还是待会儿等你老大来了再说呀？兄弟，我抱你，快来帮我救救。苗苗，生气了？我怎么敢生温总的气呢？苗苗，我是担心你讨厌我现在的身份。我讨厌的是你的身份，我讨厌的是你骗我。你说过不会离开我的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不会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你在我脑子里跑了一天，怎么不累啊？你怎么了？苗苗，怎么了？我要出国了。你走之后，我想你的时候就会打开来看看。你有什么事不能和我说吗？当年我家里出了点事，我说不出口。干嘛？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我想念着你的气息，想念你说的我爱你，就是这样。我想和你一起走，数遍所有的星星。我想牵着你的手，告诉我多喜欢你。每一天，每一年，你一直都住在我。姐。浩康，以后做什么事都不要冲动，好吗？关于根据董事会投票决定，苏静已经被免去董事职位。还有，我永远都只能是你姐姐。一随风飘远的风筝，错过就。先认识一下，和风集团温一年。是你叫的苏氏。嗯。站在你的身后，用守候代替追求。你干嘛？你都是我老婆了，害羞什么呀？胡说什么呢？你只属于我一个人。苗苗，现在我只想静静的转老，给你个
的发梢，在你的视角，想为你依靠，像一个突如其来的信号，想要你停留。